智慧树 Party 开始喽！这是一个 Party， 快乐的 Party， 和朋友一起快乐的 Party， 我们很开心。是好朋友，敬个礼，握握手，一起大声说你好，一起快乐舞蹈。这是一个 party， 快乐的 party， 和朋友一起快乐的 party， 我们很开心，我们很 happy， happy party， happy party。你我都是好朋友，敬个礼，握握手，一起大声说你好，一起快乐舞蹈。你我都是好朋友，敬个礼，握握手，一起大声说你好，一起快乐舞蹈。加一，快乐做游戏。嗨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弟弟凯的小咕咚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智慧树乐园。这里有精彩的才艺，这里还有别开生面的游戏。绿泡泡，小咕咚想知道今天来参加节目的是哪三个家庭呢？哎，我想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和你同样期待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。美丽森林，梦想起航。红队小队长成明，今年五岁，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。黄队，黄队，坚强无畏。黄队小队长赵子萌，今年五岁，队员是他的妈妈和小姨。小火车向前闯，阳光下共成长。蓝队小队长王瑞奇，今年五岁。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。开始口令下达后，三名宝宝分别将乒乓球弹进桌子对面的杯子里。
规定时间内进球最多的宝宝获得五颗智慧星，第二名获得三颗智慧星，第三名获得两颗智慧星。好的，我们的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计时两分钟，准备好，计时开始。加油加油！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呀、啊，一边笑一边玩。进喽！如果弹中了就会飞出桌子，如果弹轻了就进不去了。加油！哇，红队的宝宝好棒！加油，继续加油！哇，黄队的宝宝也很棒！加油，加油！蓝队宝宝加油！哇，加油，加油！你要调整一下你的力气哦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，力气大了呢，乒乓球就卡了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弯下腰，然后对准球，然后才能投进去。哇，小朋友们越来越有感觉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，进啦！记住刚才那个感觉，然后再进几个。好，还有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时间到。红队的小朋友一共是投中了九个乒乓球，祝贺。黄队宝宝投中了10个，祝贺。蓝队宝宝投中了4个乒乓球，也很棒啊。
员给出的题卡，宝宝和爸爸负责搬运积木方块，运送给妈妈进行形状拼图，比比看哪个家庭用时最短，用时最短的家庭获得5颗智慧星，第二名获得3颗智慧星，第三名获得2颗智慧星。好的，首先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红队家庭，注意你们有2次机会啊，希望你们能够配合好，来，准备好，计时，开始，开始。两个蓝的。谁给宝宝弄？飞过去，加油，宝宝加油！好，放那。好。红的两个。红的。加油！宝贝，加油！加油！黄那两个。加油，宝宝，加油！宝宝加油！宝宝加油！来，再来一个蓝的。加油！宝宝，加油！快点！好了，好，检查一下。第一幅图，好，没有问题啊。好的，恭喜。我们来看第二幅图，来开始。两个蓝的，先搬两个蓝的。加油！快点！加油！我觉得这推着箱子有点累。好了。继续，两个黄的，两个红的，继续，加油，快点，好嘞，真棒，真棒，一个黄一个蓝，好了。一个黄一个蓝啊。加油！马上就要完成了。完成，好。耶！好的，红队家庭完成任务，他们的用时是3分15秒，祝贺你们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请出我们的黄队家庭。好的，我们的黄队家庭呢是妈妈和小姨和小朋友一起来游戏，同样有2幅图啊，来准备好，计时开始。你好棒啊！好，加油！加油！一个蓝色，两个红色。加油！再要一个黄色。啊！OK， 完成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拼的是正确的啊！来看你们的第二题，一起来看。一个黄色，一个红色，黄红蓝。
黄队家庭完成任务用时是3分01秒，祝贺你们。好的，蓝队家庭准备好，计时开始。来看第一幅图。琪琪拿一个黄色，爸爸拿一个蓝色。好。琪琪拿蓝色吧，琪琪拿蓝色，快点追过来。好，妈妈拿一个黄色。快，加油，琪琪。加油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哇，速度非常快。哇。好的。妈妈得跳。你太棒了。妈妈拿红色，快点加油，琪琪！琪琪再拿一个黄色，妈妈拿一个红色。最开始把方向其实是调错了，完了后来整个经过这个比较冷静的思考之后，又重新调整了方向。正确，继续来看第二幅图。琪琪拿个蓝色，妈妈拿个黄色。好。好，好，琪琪加油。好的。妈妈拿个黄色。再拿一个蓝色过来，琪琪，快点，慢慢推着推着，加油，好的，好，成功，哇！好，我们的蓝队家庭完成任务，他们的用时是3分23秒，祝贺你们。好，来看一下三个家庭他们的成绩如何。好的，到了我们颁奖的时候了。对，那今天获得我们冠军的会是谁呢？嗯，就是我们的黄队。恭喜恭喜。还有其他的两位宝宝呢，也是我们的智慧宝宝。没错，都将获得我们的智慧奖牌。嗯，颁奖啦。哎，恭喜你。哎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对，可以根据我们屏幕上提供的联系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哟。嗯，说不定下一次来参加节目的就是电视机前的你哟。是的，最后让我们说出我们的口号，一起说，宝贝二加一，快乐做游戏，小朋友们再见。